痛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烂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kin Club， 又来啦。那 Skin Club 呢，这个平台就是我们非常好平台， CS2 里面所有的 skin 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拿得到哦。他们在各大的这个 CS 比赛上面都会出现，而且他也有赞助一些职业的战队，好不好？合作伙伴啦、啊、看到没？那大家可以在储值的时候呢，输入我的连结优惠码，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。然后他也提供了许多不一样的支付的方式，比如说信用卡、行动支付、PayPal 一些加密货币等等，都可以当作他支付的方式。那大家在玩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啊，就是按照自己自身的能力下去玩。最后的最后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抽枪抽奖的小活动，就是只要在我们的影片下面按赞、订阅，然后留言，那你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。那每个月呢，会抽出一位幸运儿，送出一个 skin， 那就是 skin 的话就是随机，我有的那我就随便送，那基本上不会送太烂，不可能是那种 0.1 美或 0.001 美那种啦，可能就是5美左右的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小活动，那欢迎大家来参加。 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来抽箱子，冲！这个礼拜又有观众来跟我说，他又抽到好东西啦，就是他跟朋友集资啦，两个人集资抽到刀子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好吧？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两个人，一人出一半，然后一起玩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真的抽到刀的话，那就再一样对半分，这样也是一个好方法。我这个红色包。来把红色的吧！哦，这个还行。像我就会大概会送这个区间的，可能十美到五美到十美区间的枪，就只要就是大家可以拿到不会觉得太烂的这样子，好吧？欢迎大家来一起来那个参加我们的小活动。啊！再过去一点，总是抽到一些小小坏坏烂东西啊。然后他这个基本上每一个月会出一个新的箱子啦，新的系列应该说系列，所以更新也算蛮快。你可以就是偶尔上来看一下的时候，就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新的？哦，终于有一次是回本的了，进。这又开始啦，手气又臭起来了，感觉刚刚没洗手，臭臭的、啊。它有很多主题，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，然后进来看一下你喜欢的，例如说这个，哇，这箱子感觉不错，抽看看。来啦，哎，再次。Oh no！ 哎、欸，溜了，还是来我们老本行 battle 环节啊！抽得到就抽得到，就抽得到，抽不到就抽不到。决胜负！这样他还亏钱，你知道吗？整本用四块，然后他只拿了2.5。我 battle 就是尽量挑单价稍微高一点点，或者是箱子多一点点，然后团体战哦。又香定正步，水啦！现在我小赢哦，还行，不要被逆风翻盘，小赢，还是小赢他一点点。完了，这有点可怕。
啊，不会，干我这个三枚。血虐有没有？这样就赚16。你可以把它整个卖掉啊，你的那个钱包里面就多16块，就是这个概念。但我都会留着啦，拿去升级。有时候玩四人的很讨厌，就是要等很久。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房间可以玩。2等、欸，新手哎、欸，会不会我赢了，然后把他踢出去那个？这两个是他朋友是不是？这个人这样子进来玩，然后有两个人在观看，可能他朋友来帮他加油的吗？他可能在同一个 DC 之类的。看他这鸡也太可爱了吧！丑鸡，这个我应该也 不可能回本，贴纸也不太可能回本啦，但贴纸单价都很低，但试试看，我也不确定，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有机会。有两个人加起来是应该会回本啊。来升级吧，尽量我抽的枪都会在这个区间啦，9块、8块、7块、6块、5块是这左右的。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送给大家做纪念。60%以上，冲！有点小失误啦，再一次，不要跳太久。来，请过去一点 ，nice， 非常的刚好啊！你看这样就这一单基本上就是小赚了，直接冲了啦，60%就够了，把这当这种卷轴在冲哦，过了，稳稳的。像这个就可以留着啦，这个 AK 如果是我自己，冲！完了！哎，总是这样子，又输，就是一个 bad ending。还是请大家多踊跃参加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我们的 YT， 就是留言、订阅，然后按赞，感谢大家这个收看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